驶下车，往后走，货车马上向前滑行，驾驶被吓到，赶快跳上车阻止，但来不及，已经撞上前面双载机车，是有点夸张啦，驾车要拉手刹车也忘了拉。超车事故在台中北屯神阳路上，73岁的烟姓货车驾驶要下车装卸货品，车子却滑行，连续擦撞货车跟双载机车。当时他下车，引擎未熄火。打空挡没有拉手刹车，造成重机车的骑士受伤。幸好骑士轻伤无大碍，但台中太平德明路直行机车跟转弯汽车强烈对撞，车壳碎裂喷飞，骑士腾空转一圈倒地，又向前滑行，翻滚到水沟盖才停下。机车骑士四肢及身体多处擦受伤，转弯汽车不礼让，车毁骑士受伤，要赔偿对方损失，后续还有肇责要处理。驾驶开在国三南下和美路段，突遭外线道的货柜车甩尾擦撞，后照镜瞬间喷飞。驾驶超生气，因为当时才为白沙妈进香送物资，却发生霸王车靠近，幸好靠妈祖保佑，才没发生翻车意外。记者陈广瑞、陈胜伟、彭玉飞，台中彰化采访报道。